对，也就一个人。今天我听说得有好几千人。对啊，也有那么几位观众送来了鲜花，奖杯，怎么旁边还有杯？啊，谢谢。花搁一块不合适吧？我一会儿会看的啊。嗯，上到台来先做一个自我介绍吧。应该的，因为有认识我们的朋友，嗯，难免也有不认识我们的朋友。保不齐，保不齐，保不齐。嗯，我是来自北京德云社的演员，嗯，头牌演员。我呢，现在是争这个番位呀，谢谢，现在叫，嗯，还得头牌，嗯，爱你们哟。是，哎呦呦呦呦，没拍到，爱你们哟。哎呦呦呦呦，来，怎么了？你说你非拉着我干嘛呀？这显得我胳膊短，主要是还得头牌，还得。来自北京德云社，我叫岳云鹏，是一个小学生，鼓不鼓掌无所谓，真的愣要啊，没关系，行，这是我的搭档，我呀，我们两个人今天给大家好好说一个。你要不说就别晃一下，干嘛呢？这是我的搭档。孙悦，这样的演员对我们来说呢，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不知道从哪年开始，我真的不知道。各位，捧哏的比逗哏的还红，我不知道为什么，我都不敢说他的名字，一说都是山呼海啸的掌声。哎呀呀，气得直咳嗽。孙老师，哎，您老师，行了，可以了，行了，行了，行了，你这病着再气死呗。吃着药呢，这还。我们两个搭档，嗯，已经14年了吧？该。嗯，对。你是不是不记得呀？我在发烧。哎，行行行，您在发什么？发着烧呢，一股子一股子的。合作14年了。14年了。台上有那么一点点的默契。有一点。嗯，这是我的长辈。哎呦呵，按照辈分来说呢，嗯，我应该喊的叫师猪，但是我从来没有喊过，没有喊，但人家也不挑理，不挑理。我现在挑理了。什么？什么叫师猪啊？我连品种都变了。猪是什么？屁！别来，别来 ，you， 我学点好，听相声能学什么？你说？师叔，哎，对吧？是，但是我从来都没有喊过。哦，没有喊过，台下也不怎么喊。台下也不喊。我们有句话叫"台上无大小，台下立规矩"。对，什么意思呢？就在台上，我可以随便拿他开玩笑。哦，真的，任打任骂，绝无二话，这就是捧哏应该做的。哦，台上应该做。台上无大小，知道吗？嗯，哎，没关系，没关系。下了台不行，规规矩矩。孙老师，您辛苦。下了台，人大嘴巴抽我，我一点毛病都没有，我不敢反抗。这是什么呀？一种默契的关系。下了台我抽你，你不敢反抗的。没有办法反抗啊。就这么受着。当然了。哦。规矩吗？行。给我5分钟啊！你是不是你是不是卡粉了？你那粉都蹭我脸，是不是都蹭我肚子上？玩笑啊，玩笑，就是台上好搭档。嗯，台底下好朋友。哎，是是是，人家学相声几十年了。哎，这倒是。今年现在这个岁数是40多岁。45了，该快45了。嗯，学相声得有30多年了，差不多。什么都懂，什么都知道。哟，这可不敢说。问您一个小问题，孙老师。哎呦呦，当着全深圳的朋友的面，
全深圳就这么点人啊？你当你们村呢？当着体育馆所有朋友的面，体育馆，对，回答我这个问题。啊，什么问题？相声演员四门功课，说学逗唱都有什么？这是不是都有什么呀？说学逗唱啊，谜底就在谜面上啊。我就这么欠抽啊！您这问的不都废话吗？这个没这么问的，知道吗？说学逗唱，哎，我自己个儿认为，哎呦呦呦，最有难度的。您这嗓子是不太好哈、啊？什么叫我自己个儿啊？嘴里有鸟是吧？我自个儿认为，哦，最有难度的就是唱唱。哎，我虽然啊今天嗯嗓子不太好，但是没有关系，依然会拿出我最好的状态给大家唱。太平歌词，嫂子不舒服没关系，没关系。嫂子不舒服让你哥陪陪，跟我哥什么关系啊？这话你不舒服，你说你嫂子干嘛？谁说嫂子了？你说嫂子不舒服，跟你有什么关系？那个大哥，你笑的时候，你稍微收敛一下哈，那么猥琐干什么？嗓子，啊，嗓子，哎，那是感冒了，说不清楚，嗯，别说话，哥啊，哎，你这别胡闹啊，嗯，唱太平歌词专门的乐器，偷什么呢？哟，喂，这不值钱，这熬什么？哎呀，不，干嘛挽袖子呀？经典曲目什么呀？白蛇传。这是你师父的经典曲目。哟呵，我说的你怎么快点逮牢都生气了，知道吗？杭州美景盖世无双，西湖岸奇花异草，死了几的清香，春游苏堤桃红柳绿，夏上荷花映满了池塘，秋观明月如同碧水，冬看瑞雪铺满了山岗。谢谢。嘿，行吧，大哥。大哥满意了。嗯，《白蛇传》是是是传统的曲目，太平歌词。很多朋友对这个《白蛇传》没有那么的了解。一般都是从那个电视上知道《新白娘子传奇》对讲的这个故事。嗯，今天我给大家讲一讲。哦，你讲个不一样的。那当然了。有最早啊，有这么一本书。您说。叫《异妖传》。哦，《异妖传》讲究的就是白娘子的故事。您说说。哎，怎么回事呢？嗯。他跟许先生怎么认识的呢？嗯。有一天，白娘子在二楼梳妆打扮，一不小心把簪子掉楼下了，整砸在许仙的脑袋上。许仙抬头一看，哇塞，大美女，就相中这个白娘子了，就上隔壁找王婆去了。呦，后来王婆，这里还有王婆呢。您说是《白蛇传》吗？啊？这是什么？啊，水浒传。说水浒传都是好听的，知道吗？您别胡说，说《白蛇传》的事儿。叫异妖嘛，《异妖传》。嗯，讲究的是一个小牧童。牧童前去放牛。啊，牧牛的在路边上发现一条小白蛇，哦，奄奄一息，马上就要死了，要嗝儿。小牧童心生怜悯，嗯，把小白蛇就弄家去了。怎么吃呢？哇哦，来、啊，你这么幽默呢？废话，你趁着活的新鲜。人家小牧童是一个好人，那怎么着？煲汤健康啊。是咱们深圳都吃蛇吗？要不他们不了解《白蛇传》呢？没吃，没吃。哎，
给他弄家去了。怎么呢？给他疗伤啊，治病啊，哦，让他长大了，养好了再吃，更鲜是吗？养好了病之后，放回峨眉山，放生了，放生了。哎呦，等到一千年以后，这就千年了。白娘子修炼成仙，哦，带领着自己的妹妹，谁呀？小青。哦，自己的妹妹小青。哎，有的朋友说了，哦，白娘子和小青是亲姐妹。啊，不对，不是，那不是亲姐妹，不是，小青是白娘子的邻居妹妹，又叫林妹妹。您就有点胡说八道了啊！你想啊，如果是亲姐妹的话，白娘子是什么颜色的长虫？白的呀。小青呢？青色的。他们是亲姐妹的话，他们的父母是什么色啊？青花瓷。天青色的。那说的是汝窑呢？邻居妹妹。哦，就不是一窝的。哎，嗯，带领着自己的妹妹下山来寻找自己的恩人。啊，就这小牧童。在哪一天呢？嗯，清明节这一天。嚯，好日子！清明节这一天，许仙呢去玩去了。有朋友说许仙是谁？许仙就是那个小牧童，哦，投胎转世，时世、哦，时代人，变成了许仙。哎呦，在这个西湖边上啊，白娘子和小青站在山顶上，怎么呢？白娘子，你瞧，哎，那得跟猴学过。哪位是我的爷们？哎，没有没有，我的爷们，这不是我的爷们在哪里？恩人，哪位是我的恩人？对。哎，小青看出姐姐的意思来了，那是听出来的。小青也懂法术啊，嗯，手掐诀口念咒，霎时间云掌西北，是雾奔东南，呼风唤雨，小雨淅沥沥沥，可就下起来了。哦，一下雨不要紧，许仙得回家呀。对呀，啊，引出来游湖借伞。哎，这书里有。哦哦哦哦，西湖美景。您是看书看来的吗？你这不也看电视学的吗？游湖借伞。是，白娘子和小青已经在床上等着呢。哎呦，没有，三个人这算热闹。您这版本都够封杀的了。封杀我干什么？什么叫在床上等？你什么耳朵呀？什么耳朵呀？这是我耳朵的事吗？白娘子和小青在船上等着呢。我感冒了，我说话没有那么的清楚。那床上可够清楚的。船上，嗯，已经在船上等着呢。你说清楚，船？对呀，啊，没有腿儿，船。已经在船上等着呢。哎，船上引出来游湖借伞，这有三个人认识了。嗯，这三人回家结婚生孩子。这不是三人，不是三人，就白蛇跟许仙。白娘子和许仙两个人结婚生孩子。是是是。小青是丫鬟，就是妹妹，得伺候着呀。哎呦呵，哎，结婚以后按说他们的生活很幸福很美满，就算神仙呀。开了一个药铺吗？药铺同仁堂啊。没有，这胡安呢，这都是保安堂。保安堂就深圳啊？哎，不是，嗨，那是机场，那是没有啊。深圳原来就是宝安县，是不是？这是宝安堂，人家宝安堂，啊，哎，宝安堂。这个白娘子就给大伙治病，免费的，免费治病。哎呀，中间有人看不下去了，谁呀？金山寺老法海。老法海，老法海，哎，为什么他不高兴呢？这和尚为什么不高兴？过去的人呢都迷信。是啊，家里有人有病了，有灾了，嗯，不去瞧病，那怎么着？金山寺法海这儿烧香祷告，哦，求神拜佛。老法海指着这个捞外快啊，那叫香火钱，就指着香火钱呢。嗯，老法海，阿弥陀佛一念，这怎么回事？嚯，哦，老法海，哎呀，一闭眼怎么晕乎乎的？法海感冒了呗。这最近怎么没有人来呢？啊，嗯，老法海也懂法术，是吗？掐诀念咒，我还俩手掐。哎呦，哎呀，呀，啊，怎么意思？哎，算不出来啊。哎呀，别脱鞋了，又行。多味儿这玩意儿。掐出来了。嗯，掐出来了。原来有两条长虫从中作梗，叫蛇妖啊，就是白娘子。嗯，这个法海啊很聪明，怎么呢？没有去打扰这两条蛇。
那干嘛了？一直在这等着。等什么呢？等许仙来。许仙有一天呢，去烧香祷告了，又送上门了。他为什么去烧香祷告呢？为什么呀？自己原来的生活呀、啊，很清贫。嗯，怎么突然间好起来了呢？啊，娶媳妇呢？有一个这么漂亮的媳妇跟着我，他去还愿去了。哦，哎，来到金山寺法海这儿，被老法海给拦住了。我和尚把他拦住了。这位施主，嗯，且慢行。得道高僧啊。怎么了？嗯，您说。还都挺客气啊。据我所知啊，你娘们儿是个长虫。这都是和尚的话吗？许仙一听，你娘们儿才长虫。别骂街了，俩人瞎说话。真行。他真的是一个长虫。哎呀，白色的。哎呀，老么大了。别比划了，行了。真的是。许仙不信呢。那是不信呢。法海说了，嗯，你如果不信的话，怎么样？没有关系啊，我这儿有一瓶酒。是吗？回家你让他喝喽，他就会现原形。什么词儿这叫？许仙半信半疑。那是拿着酒就回家了啊，正赶上五月端午。哎呦，引出来五月端午饮雄黄。误饮雄黄。误饮雄黄酒，白娘子现了原形了。真变着，他本身就是个蛇嘛。是是是，现了原形了，唰一条大长虫。好，当时就把许仙吓死了。哎呀，许仙一瞧，哇，还挺大大。好，死得挺滑稽。死了。嗯，得亏小青懂法术，青蛇把自己的姐姐骂死活了。我骂死活了。哎呀，骂死活了。白娘子，白娘子一瞧、嗯、我爷们死了，这许仙死了，我得救他呀。得救啊。引出来仙身稻草。哦，盗取灵芝草，是把自己的爷们救活，还阳啊！哎，许仙醒了之后，心想：我看见的是长虫吗？怀疑，不行，我得上金山寺去问一问。问法二一次来到了金山寺，哦，老法海又给拦住了，还是得和尚。呀呵，施主，嗯，来啦，来了，老实多了。怎么样？我说的没错吧？是吗？是长虫吗？嗯，是。看看，长吗？你问得着吗你？人家媳妇儿长，真行。白吗？流氓似的。你管着我吗？有长有大有白，真的是一个长虫。哎呀，施主，是别走了。怎么呢？在我这儿待着吧。留我这儿，我这儿除了没有美色，什么都有。多没意思那玩意儿。许仙就没走，就留在庙里了。留在庙里了。哦，一天没走没关系，两天没走也没关系。到了第三天，想念自己的夫人，想媳妇了。想媳妇了，怎么办呢？烧香祷告。啊，在庙里呀、啊。前面有尊大佛，往这一跪。哦，祷告了。我们还能不能再见面？我在佛前苦苦求了几千年，愿意用几世换我们一世情缘，希望可以感动。上天，哎呦呵，许仙也病了，站不稳了就。再看白娘子这边，啊、嗯，自己的爷们怎么好几天没有回来呢？这才想起来，去哪儿了呢？啊、嗯，不行，我得掐尾算一算。哦，哇、哦，这白蛇真不着急啊，爷们都没了三天了，还得吃完饭再算算。谁说吃完饭再算了？你说的掐尾，上海话吃饭。什么都不懂、嗯、掐尾。对呀、啊、掐尾呀、啊、掐尾巴。就有什么可掐的，跟谭延辉似的呢。你看发报呢这是。哎呀呀，哎，怎么了小青儿？啊、嗯、这是你的呀？多谢。你是白的，你拿个绿的看不出来呀、啊、你真行。哦，掐出来了。哦，掐出来了。原来在金山寺法海那儿。后那儿呢？带领着小青来到金山寺，找到了法海。哦，找到法海了。法海，嗯，还我的爷们。哟呵，法海说，我这儿没有你的爷们啊。是，不信你来搜啊。哟，白娘子说，给不给？给不给？不给，今天我灭了你。要打。两个人打起来了。哎呦，打着打着坏了。怎么呢？白娘子打不过他，没人厉害，没有他道法深。哎呀，这怎么办呢？怎么办？赶紧喊小青。
小青，再看小青啊，正在旁边逮苍蝇吃，孩子饿了，小青快替姐姐盯一会儿，姐姐受不了了。哎呦，打架！小青说：“姐姐走你的，啊，我跟他拼了。”好姐妹，小青跟法海在这打架，打起来了。白娘子走了，啊，其实呢，搬救兵去了。搬什么呀？搬来了五湖四海三江水。哎呦，引出来水漫金山寺。这书里有水漫金山寺不要紧，白娘子 啊生了孩子了。哦，身怀有孕，在水里生的孩子。哎呦，这叫什么知道吗？这叫什么呀？水产。这叫水。那可不如海鲜好啊。什么叫水产？水中分娩。哎，生出一个男婴来。男孩。这个男婴被许仙看见了。嗯，坏了。怎么坏了？我错怪我的娘子了。怎么呢？他真的是个人呢。你怎么知道啊？如果他是个长虫的话啊，他应该下个蛋呢。哎呀，知识还挺丰富。我错怪他了。是是是，娘子我错了。带领着自己的娘子下山来，引出来断桥相会。哎，这断桥相会是名段。要说这个断桥相会啊，嗯，很多曲种都唱过。哎，都有。京剧唱过吧？嗯。河北梆子唱过吧？对。我觉得啊，嗯，我自认为最好听的什么呀？最感人的就是豫剧。河南常香玉大师，常大师。哦，豫剧唱的这个断桥相会最好。我有幸，怎么我在十几岁的时候去郑州看过一回常大师的演出，台底下3000多观众全都给唱哭了，闷闷的哭啊，做牛非常的感人。啊啊，行行行行，哎，那个岳老师，我一个小意见啊，一个小意见，就是您是河南人，我知道啊，您喜欢豫剧那是天经地义，嗯，乡音难改，嗯，对吧？嗯，但是您要说常香玉大师唱戏，3000观众全哭了，在我视线内全哭了，我眼睛本来也不大嘛，是吧？大概能看个2000多。不不，您视线内也得2000人，对，就全哭了，都在哭。咱说句实话啊，嗯，有点夸大其词。没有，真的，岳老师，您要说有那个300-500哭了，我们信。上千人跟那儿哭，不可能，不可能。你想说相声，上千人都没有全乐的时候呢，还对不对？不可能。你不信？我不信。我不信，我信这干嘛？我唱一回。谁？我。你唱一回啊？你唱一回，我告诉你，常香玉跟这儿唱，我们都不带哭的。常香玉要在这儿唱，我早就哭了。对，你哭什么呀？死好几年了。那完了，还能唱吗？能唱吗？更不哭了，不可能哭，怎么可能听戏听哭了？我看电影都没看哭过，我听戏听哭了，我真服了你。哎，孙老师，嗯，咱不说别的啊，咱不说观众，我把观众唱哭，稍微有些难度，因为人家买票了，对不对？什么？你甭提这事，人家买票听的是相声，人不一定哭，你就得哭。你是不是又是发病了？我凭什么哭啊？我肯定能把你唱哭。我就不哭，凭什么？我不可能。我一说相声，我站着，我听戏听哭了，我疯了，我了。这个戏特别的苦，苦苦苦苦苦苦啊，苦苦也不哭。特别的悲，啊，悲也不哭。特别的哀，哀也不哭。没你这么轴的，我就这么轴。没你这么拧的，我就这么拧。没你这么不是东西的，我就这么不是东，你不是东西。你绕的我干嘛你？干嘛呀？甭说别的啊，卖布头似的吗？我现在就唱。你现在死我都不哭。唱，真行了你。怎么了？好，挺开心的。这我站这哭疯了我。听豫剧，怎么了我？你可以不哭，别那么多废话。豫剧怎么了？豫剧怎么了？那是我的家乡戏。这指不定什么时候死台上得看这镜头，气力不足啊！这说话，我能死吗？哎呦，那怎么着啊？你瞧这模样，绝不死。怎么就哭了？我真服了。哎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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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了你？干过白活啊？干什么？不是咱说清楚了啊，
我们不哭，别你哭可不算啊。好，他这哇哇哇哭不算啊，我肯定不算啊。对你这，我在酝酿情绪呀、啊。好家伙，这大哥刚来啊？几点？八点了，你才来？我大哥个儿够高的啊，长得还挺帅，你干什么你啊？刚才我说的什么都没听到是吧？我说的是《白蛇传》的故事，最早有这么一本书叫《一》。人家刚来，我跟人家复述一遍。不听也罢，现在就是哭不哭的事儿了，甭扯啊！大哥，你刚来，你不知道怎么回事，我要唱戏，我要把他唱哭。不可能，跟你没关系，大哥。这怎么可能哭？我疯了我！你最好也哭，因为你刚来。人家哭也是嫌票买贵的，就是罚酒三杯，怎么罚酒三杯了？真行，就没见过这样演员逼着观众哭的。观众不哭我哭，我凭什么哭啊？我上班挣钱去，我哭什么？你哪那么多废话？哪那么多废话？你是不是晚上吃错药了？我吃的退烧药啊。退烧药是吧？还挺清淡，听着，哎，哭了啊，各位，哭了。我这是哭吗？我这是震惊啊！你从哪儿发出来的声啊？好家伙！啊，你好好唱，这还得他妈唱哭了，怎么可能？我就纳着闷儿。哎呀，朋友们，咱们不哭可以，别笑。你怎么还教人不笑呢？别乐，真行。退票是。等一会儿，我演完了，真行！哎呦，哎呦，回不该你听信哪、啊？嚯，这尾音儿！你有病吗？你是不是有病？你让哥看看咱俩谁有病。我怎么了？我只是发烧，但是我没病。你看那个表情，你要死啊你！我没哭，你管我干嘛呢？我也没哭啊。没哭可以，不许这样。怎么了？没，天生这样。真行这。悔不该你听信哪、啊？听得我这刺呢。哎呀，法海亲那手，哦，这法海亲谁的手了？这是法海疯了。你说的法海亲手，亲手悔不该你听信那法海禽兽。你唱了这么多字儿呢？我都没听出来，我就光听你嗷嗷了。悔不该你听信那、法海禽兽。哦，演过皮影戏，你看看。必为其英雄皇，将恩作仇。谁能哭着？哎呀！怒怪人。吓死在了罗威帐口。你吃头发了？
爱，丢不掉咱的恩爱情。你给你来点换毛膏要不然。啊！一日三秋，为救你到灵芝，我蓬莱山。哦，这还设计过这个。哦。要氧气不用。白鹤同他当去路。哎呀。我把剑抽。是得抽你。眼看看站老太太呢、哎、这个图好看还是画啊，好的嘞，真行。我打开这个尴尬的局面呢，是啊，我说老太太、哦、你好啊。嗯，哟哟哟，什么意思？讨厌、哎、缺德臭嘎嘣的你，我们家门风这是老婆来了。行，妈妈妈别闹，我说老太太，嗨、是这么回事儿、我呀最近比较忙啊，这不是那个最近当明星了吗，然后很多事儿啊。这有自己说的吗？没人说可不是。那是你也是够憋屈的。那个说美了是怎么了？最近比较忙啊。是那个您挺好的。嗨，挺好的，挺好的，你坐这儿我给你倒杯水。倒水。老太太再一扭头，我发现一个情况。什么情况？老太太后边梳一卷儿，吓我一跳啊！这发卷儿吗？是不是卷儿？嗯，上面插着一朵小红花。哦，嗨，什么意思？我不太……这您不明白啊？啊，哎，这是我妈的好日子。你妈结婚？你妈嫁人？你说你妈的好日子呀？好日子就结婚呢？老太太七十多了，啊？那是什么？生日？生日？你母亲的生日？对。那天是你妈的生日。对呀、啊、我不知道啊。是我都不知道，我还老为着忙活了呢。那天是你妈的生日，我天哪，是是你妈的生日，你妈的生日没完没了了。各位您听见了没有？怎么了？有骂街的嫌疑，看见没有？我告诉你啊，没有嫌疑。纯骂街呢？废话，您说一遍得了，老说的干嘛呀？你母亲的生日。哎，母亲我不知道啊。是是，我什么都没拿，就兜里只有一个棍儿，不合适啊。吃完了没舍得扔啊，都好。我说老太太，嗯，嗨，今天是您的生日，我不知道啊。是不知道？不知道，不好意思啊。嗯，我什么都没拿，下次来我给您带点东西来。好，我再来瞧您，好不好？是是是，明年吧。明年，明年的今天就是您的周年。对，到没有？我再来。哎，等等。您这嘴也太丧了，这嘴，老太太今儿就得死是怎么着啊？什么叫周年呢？哎，妈怎么了你？瞎说什么？你说的，我哪我说的？一周年了吗？你那死了才叫一周年呢。那是还是您的生日，明年的今天还是您的忌日。忌日？生日？我记住这个日子了，明年的今天还是您的生日。你记住了哈？到时候我再来啊！哎，来吧，不买东西瞧您来。嗯，那明明我也在家。嗯，宝贝儿。宝贝儿啊，宝贝儿了还别忙活了、咱娘俩坐着聊天，聊聊吧。我们娘俩正聊着呢，嗯，就听外边脚步声响。我回来了。嗯，你还没回来。我一瞧啊，怎么还没回来？是您的三个姐姐来了。哦，那仨姐，哦，仨姑奶奶回来了。对了，三个姐姐啊，嗯，凑到一起不容易。怎么呢？你看她是北京人啊，嗯，大姐嫁到了延庆郊区，二姐嫁到了密云，嚯、哦，三姐嫁到了平谷。哎呦，这农村包围城市了，我们家这是。嗯，凑到一起不容易吗？那是不容易，而且各自都拿着东西呢。拿着什么？寿礼。大姐牵了两只羊。羊。二姐拿了两只鹅。嚯、哦！三姐提了两只鸭。多好！赶紧出门迎接呀、啊！迎接吧。我说大姐、二姐、三姐，嗯，你们好啊。是。姐姐们说话了。姐说什么呀？讨厌，缺德，臭。好。这是我们家家训，这是啊。
你们家家训他们怎么都知道？废话，你说好几遍了，你老不来了。哎，这谁老不来了？姐姐们不能这么说话啊！是谁老不来了？嗯，我老来，老瞧不着你们。我怎么不知道你老来？怎么意思？来来，进来。嗯，三个姐姐进去了，是陪老母亲聊天唠嗑呗。正聊着呢，汽车声响，啊，来车了，停在你们家门口了。哦，听见了，赶紧出门迎接。瞧瞧谁？我一出门一瞧，嚯，这辆大车，大车啊，13开门的凯迪拉克、奔驰、宝马。13开门的凯迪拉克、奔驰，船车呀，就是船的。好，吓我一跳。小轻轨这是，吓我一跳。有点上面下了一个姑娘，女孩，貌美如花，倾国倾城。哎呀，穿了一个红色的旗袍，哦，一身红，穿金戴银，特别的漂亮。切，我说嗨，您是哪宅的小姐呀？哪宅的？讨厌，缺德！我一瞧，这是你们家人呢，多新鲜呐！我说词儿都一样，不认识你啊？嗯，还不认识我？嗯，我是老妹妹呀、啊。我妹妹啊、哦，老妹妹，老妹妹，真漂亮啊！是，女大十八变，越长越好看啊！是是是，哎，真的、嗯，我也觉得我好看了。嗯，你看这个天特别热，咱俩在这聊。哎，等会儿，等会儿，好久。妹妹，妹妹。小月呀、啊，妹妹，哥哥，我跟你说，你说什么说你？这穿着旗袍开气到这儿，这天热拿旗袍扇呀、啊？这不越扇越热吗？这不？没有，哥哥啊，我也说了，对，哎，嗯，妈的，就别瞧了就，还瞧两眼还？好好的，好好。怎么最近特别忙啊？对，我挺忙的。嗯，屋里聊，屋里聊。等会儿我啊，嗯，带着寿礼呢，也带着呢。打开三个后备箱，我一瞧啊，对，三个后备箱，切花刀呢，我这。两只野鸡，哦，山珍。哎，哦、我趁着野鸡拿你妹妹，我就进去了。您等会儿，您等会儿。进屋一瞧，这不太对，这个，您这有点乱，我给您捋捋啊。啊、哦。嗯，您应该是就是。我妹妹头着走，你跟野鸡在后边跟着。反正是进屋了。嗯、您说清楚了、嗯、进屋了。嗯，今儿四个到齐了。大姐说话了。大姐说什么呀？今天都到齐了啊。嗯。这样吧。哪样？出个主意。什么？今天是老母亲的生日。是。而且咱们各自手里都拿着东西呢。寿礼。一人啊，说这么几句吉祥话。嘿。祝老太太生日快乐。老理儿。以什么为题呢？嗯。各自手里拿的东西为题。多好。啊，这就开始。我是大姐，我先说。哎、吉祥话。今天上寿两只羊。羊。炕上坐着有寿的娘。你看看。一会儿吃了长寿面，愿我娘富贵绵长，富贵绵长。多好的词儿。你妈很开心。是。耶耶耶耶耶耶耶。我妈这兔爷呀，我妈是捣药的，是怎么着呢？开二姐了。嗯。今天上寿两只鸭。哦，带着鸭。炕上坐着有寿的妈。妈。一会儿吃了长寿面，愿我妈富贵荣华，富贵荣华。多好的词儿。你妈很开心。耶耶耶耶。估计捣蒜的是。三姐，今天上寿两只鹅。鹅。炕上坐着有寿的婆。婆。一会儿吃了长寿面，愿我娘富贵三多，富贵三多。多好。你妈很开心。哎呀呀呀。许三多，许三多，许三多。吃焖面是怎么着？该老妹妹了。嗯。听我的。瞧我妹妹的劲儿可好。嗯。今天上寿两只鸡。鸡。炕上坐着是野鸡。去。什么叫坐的是野鸡呀、啊？炕上坐着有寿的，有寿的。一会儿吃了长寿面，用娘寿比天齐，寿比天齐。是是是，你妈让你。哎呀呀呀，那么爱吃蒜。这姐儿几个啊，嗯，在一起聊天是。你看，他们摆成一排，嗯，我在这里头啊，格格不入。你这不是我们家人，你走吧，走吧，走吧。我上哪去？走吧你。什么？我是你们家客人，就这么逐客呀？我还客气了呢，我得去做饭呢。你等会儿吧，谁们家客人去做饭呢？怎么了？长寿面呢？哦，我没拿东西，我上厨房忙活忙活。哦，帮厨行不行？啊、哦，那行，对不对？小心。但是你们家的厨房啊，嗯，我一人去不合适。怎么一人去不合适？我呀，我叫上嫂子，我们俩人去忙活忙活，是不是？你干嘛叫上我媳妇儿？什么？你媳妇在那儿也觉得尴尬的哈？没觉得呀。你甭管了。
我这就甭管了，豁出去了，我们家是。哎，什么？干嘛呢？阿莲，阿莲，金莲，我媳妇叫金莲呐。怎么了？金莲，金莲，谁媳妇叫？谁说叫金莲了？你不说？我说她姓潘了吗？姓不姓潘？你不说得金莲？银莲。怎么银莲？银莲，谁都能刷卡的那种。你等会儿。阿莲吧，叫嫂子，这嫂子啊，嫂子，咱别跟做贼的事行吗？你走，怕那老五位听见是怎么着？可以了吗？可以了，什么就可以了吗？说着话，我们直奔卧室。你等会儿，过来过来，我要飞起来！还飞起来？你上卧室？你做饭上卧室干嘛去？你急什么？废话，急什么？我说你们家你不急，是这样，哪呀？你们家那厨房啊，盖的缺德。你们家厨房才缺德呢，得穿过卧室才能到厨房。这是个什么历史框架？这是？不是？你看你那房子呀，是一长溜。我们家一长溜，男厕、女厕、客厅、母卧。母卧室，母亲的卧室。哎嘿，老人房啊。母卧，你们两口子的卧室，然后厨房。房是一溜的。对。门呢？就一边有门啊。您说这是猪圈呀？你怎么意思？我说什么了？我怎么意思？有你这么说的吗？我们在卧室直奔厨房，直奔厨房。对，到了厨房，门一插，拿一大缸一顶，窗帘一拉，我们这就开始。我跟你说，要飞呀你啊！不是你让我转圈干什么？废话，我让你出去的，我还让你？不是你上厨房，你关门拿缸给顶上，拉窗帘干嘛？你这什么意思？这个，你看，心又开始脏了啊！我还没敢脏呢，我告诉你。我问你，你问什么？你们家没有抽油烟机，对不对？没有，没有吧？一会儿一炒菜，一炝锅，那个烟飘飘荡荡，晃晃悠悠来到你母亲那屋，把你母亲呛着怎么办？哦，因为没有抽油烟机，你怕那个油烟子把我妈呛着是吗？对、你把门关这么死，你们俩就不怕了吗？我们不怕。你们怎么不怕？我们可以人工呼吸。走。给我打开吧门啊，把门打开。非要打开吗？打开。行。打缸挪开。门打开，窗帘拉开。打开。哎，干嘛呀？你打开门还脱，不要脸吗？这不，你脱什么衣裳啊？穿围裙呢，你得。穿围裙干嘛要脱衣裳？你们家都是脱光了套一围裙啊？你们家不是吗？对。我这勾起我串门的欲望了。你们家我最近也是没去，就我们家反正不是，就是围巾就是直接套到外边就行啊。要不衣服有味儿啊，炒菜。没事儿，没事儿，那味儿阴的身上更不好，知道吗？套一围巾。把围裙套衣服外头。我都没听说过。我都是您呀、我多得去您家，我教教你啊，我知道知道你们家，对吧？就套外头，套吧，套外头。开始忙活，你知道吗？刘老师，这是忙活什么？和面呢？你不得和面吗？和面就这么和吗？我觉得和面应该是面倒到盆里，完倒上水，慢慢拿手这么摁的，应该啊。行，那么俩手你，稍微等一下，这个日本人是谁啊？这个日本人像怎么还是郭军德纲啊？这是代表对老温师的尊重。哦哦哦，
老话说得好，嗯嗯，子不言父，徒不言师。对，说老恩师的名讳，咱们得规规矩矩的。哦哦，毕恭毕敬呢。嗯嗯，我的老恩师，郭君德刚先生。哎呦，手跟嘴的信仰不一样。尊重 啊，对老恩师的尊重，这是。应该。这次来到咱们深圳演出也是非常的开心，是吧？能够参加这个岳云鹏跟孙越老师二位的这个个人相声专场演出，多好啊！我发现真的，咱们深圳的观众朋友太捧这个德云社了。哦哦哦，捧我们台上的这些个演员。嗯，我也希望有机会能在深圳这个地方开一个个人的相声专场，到时候，也是一个愿望。希望大家伙呢，到时候有机会可以来捧场。哦，啊，真的，我喜欢这个深圳这个地方气候，是吧？我刚从哈尔滨那边过来的。好家伙，不是这个反差呀，确实有点大。嗯，那边都27-28度，零下啊，20多度。哎，你到咱们这地方零上啊，这是一个大的一个反差。对，这边穿半袖，嗯，那边好家伙穿着大羽绒服，这都冷啊都。一个是把内衣穿里头，一个是把内衣穿外头。原来到咱们这个深圳的地方，你走大街上，这个空气也各方面很湿润。哎，它舒服，也非常的舒服。我们昨天来的这个深圳啊啊，我说逛一逛，转一转嘛。哎呦，哎呀，你看这一个绿植，嗯，是树木，哎呀，非常的好。主要是那摩托走的是吧？夏利，我告诉说朋友们，现在很多的人都认识我说摩托呀、夏利呀、放炮啊，嗯，这些个东西，我跟你说，这都是野史。野史，哎，这不是真的，这都是假的，其实都是骑摩托撞夏利，这是野史。放炮崩天上，野史。啊，玩滑板给胳膊摔断了，野史。喝多了出去打架，碰见六个拳击手，一拳让 KO 了，野史。那你什么是正传呢？反正我是不往心里去啊，大夫往心里去了。其实我喜欢户外，哦哦，上外边转一转，走一走，嗯嗯，了解一下当地的风土民情嘛。啊，可以看一看。那相声的很多的素材还有题材，就是来源于生活，对，就是咱们普普通通小老百姓身边的一些个事情。哎哎，拿到舞台上来呢，跟大家伙一起分享。嗯嗯，你要来到咱们这个深圳这大城市，嗯嗯，走在马路上，俊男靓女也比较多哦，个个的都是精英啊。呵，我实话实说，我跟他们这个岁数的时候，嗯，我啥也不懂。哎呦，我这个人就是成熟的比较晚一点，是吧？那可不嘛，那个时候18-9岁的时候，我多看一眼女孩，我脸都红的，哎呦，就说不出话来。那看男人的时候呢？看，就哥们儿之间都无所谓了。我记得我印象我特深，嗯，我记得那个时候上大学的时候，哎，跟同学们在一块儿聊天。三哥稍微等一下，就是咱们就是说，就是稍微等一下，咱们就是说那个咱们什么时候上过大学？妈呀，差点滑过去啊。你什么时候上过大学？跟同学们在一块儿主要就是聊什么呢？跟同学们聊文学性方面的一些个事情，跟同学们在一起可不嘛。三哥，聊天呢，就是我想问，就是咱们什么时候上过大学？跟同学们在一块儿，主要就是聊什么呀？把嘴撒开！这儿聊天问你的，大伙儿这都看着呢，问你什么时候上过大学？那些年。那些年你净住院了，你有时间上大学吗？你的医保卡都刷爆了，你不知道哈？是，我承认我那个时候就是偶尔的时候我也住过院。你偶尔是出院，那不是一回事儿。我在病床上，我也没有放弃我自己。对大夫也没放弃啊。
我在病床上，我也是在不断的努力，不断的充实自己，我学习呀、啊，哎呦，我看书读书，我一页一页的我翻呐。咱看的是书，我看的是病历呀、啊，咱们充实的自己看书啊，充实。哎，我当时我考上北大之后，打我的，谢谢大家。咱们要脸不要脸呀、啊？咱们还，好家伙，这一半天你听不出来吗？你我听，大家伙一直在鼓励我。怎么鼓励你？我听大家伙一直在喊。怎么喊？一定是。好家伙，最近喝假酒了。别喝假酒了。嗯，我当时是790分，我考上北大之后。哎呀妈！790分，那个、我考上北大之后。不是，那个卷子够790吗？你就考790。我也没有想到我能考冒了我。哎，考冒了！哎，朋友们，作为北大的一个考冒生，哎呦，我都要出汗了都。我并不骄傲啊！为什么、啊？因为我努力了。是是是。在那段时间里面，我天天的，我玩命的，我做题呀、啊。哎呦，天天每天的睡眠时间也就3-4个小时。三哥，咱们要不然看看中医怎么样？我觉得西医现在治不了病，现在是这情况。你才有病呢！大夫怎么说呀？现在，嗯，天天晚上我做题，每天我就睡3-4个钟头。哦哦，在那段时间里面，我跟你说，我并不纠结，为什么？因为有你付出，你就有回报，对不对？那段时间虽然说难一点，但是我认为不是最难的时候。嗯嗯，在我最纠结的时候，是我读研的那段过程当中，就是、哎、我确实很有压力。朋友们，退票吧，真的退票吧，对吧？不朋友们，上厕所吧，好不好？我们再有10分钟就下去了，去上厕所，好不好？真的，你还，你读研，你要说你撒盐的时候，烤串撒盐我们都能理解，还读研？行，哎，对对，不信不信拉倒，不信，是不是？那我也不吹牛了，是不是？我也不欺骗我们的家人了，哎呦，是不是？上链接吗？我初中毕业，可以吧？你好好说。初中，好好说。我小六年级，好好说。我胎教行不行？这人家，你虽然说德云社里边确实是这个文化水平不是很高，嗯、你要说别人起不瞧我，嗯、我心里边我还有点别扭，是不是？哎、你说在你这儿你都起不瞧我，那叫瞧不起，还起不瞧你真的。咱俩是啥关系呀、啊？你得捧着来嘛。嗯，对对对，得捧着。你看人家岳云鹏人跟孙越，嗯嗯，虽然说这俩人也是初中没毕业，但是人家台上人家好啊。咱也不错呀。那搭档跟搭档之间应该是好的呀。对。尤其咱们哥俩跟别的那个搭档他不一样。我们是情侣。可不能这么瞎说。嗯。别的搭档呢都是半路出家才认识的，嗯嗯，咱们俩人是发小啊，哎，对，从小一块长起来，打小一块长起来的，应该你对我应该更了解，我熟悉您。当然，这么多的亲爱的观众朋友，你得捧着来，哎，我肯定捧着您啊，对不对？尤其咱们哥俩这个关系，嗯嗯，从小时候就光着屁股一块长大的朋友们，对，我不知道咱深圳听没听过这句话，叫说两个人哥俩好好到什么程度，嗯，就光着屁股一块玩到大，哎，这是句俗语。小的时候那也是无忧无虑，是小时候光着屁股，我们俩人在马路上就疯跑啊，哎哎，就无忧无虑，嗯嗯，光着屁股在马路上。对，我记得那年我是3岁，哎哎，他是21，没错，就是。在马路上疯跑啊，没有吧？我追不上他。不是，那个街坊大娘看见之后都惊讶了，都。哎，没有，哎呀，哎呦，张九来！哎，我在这儿。你把衣服给我穿上。哎，我都澎湃了，我。你给我回来！你，这什么老太太这是？咱俩好好说啊！您3岁，我1岁，我要21，我还光着屁股跑，不像话啊！就是关系好，确实一直在一块儿，关系好，嗯，从幼儿园开始，对，到小学，是，到初中，对，到初中，对，啊，初中是不是？
莫忘初衷嘛，对吧？这初衷是德云社的坎儿。好，不是，就是初中之后咱们两个人就不在一起。您就考上北大了，790分，我这都不可信。好好说，哪儿开个玩笑。嗯，我也就初中之后为什么就不上学了。哎哎，初中之后呢，我呢就去炸酱面馆呢去进修。炸酱面馆还进修？人家呢继续在读书。哎，我一直上学呢。你说德云社里边大学生真的不多，朋友们。对，可能很多的观众朋友们了解我们德云社的演员比我们内部演员还了解呢。是，德云社大学生就那么几位，凤毛麟角。哎，不太多，就那个几位，人家是其中的一位。哎，我上过，真的。嗯，中国政法大学毕业。哎中国政法大学毕业，学的是维修 BB 机。对，我学的什么？维修 BB 机。哎呦，学了7年呐。哎呦 ，BB 机都毕业了，他还没有毕业。哎呦，我哎呦，辅修是万能充。万能充？嗯，你问问大伙儿知道什么是万能充吗？哎呦，你们岁数好大呀。嗯，都是上个世纪的产物了。这都读研呢学的是维修 MP3。 我就是时代的逆行者。我真的，我这在华强北这都是高端人才。我都是，我 MP3 万能充，妈呀，我没修一步步高点读机吗？我就是你的专业。没有，您别胡说八道。上学嘛，你的专业没，大伙儿都看着呢，我得好好介绍。我有我的专业。有专业吗？我学的是人体群体无负组织切除术。这是我的专业。还有你教的吗？呸，你就说美容美发就得了，还弄个什么群体无负组织还切除术。我们导员让我就这么说。我问问你，嗯，中国政法大学有美容美发这个专业吗？华强没有这专业。说他干嘛呀？不是，我这是政法大学隔壁。我也不跟你吹牛了，他也不是什么正经大学。哎呦，就是那个纯纯野鸡大学。野鸡大学？八本。对，八本连砖都够不上啊。你知道，反正就是学校里边很热闹。哎呦呦！啊，校长早晨起来，嗯，带着一帮的同学干什么？在操场上励志，励志就很热闹啊！没见过校长带着一帮同学在操场励志干什么样啊？我们的服务宗旨是顾客第一，网易之上。哎呦妈！我们有没有信心向前看，向后转？我们能不能为自己加个油？加油加油我最强，加油加油我最棒，加油加油我最强，加油加油我最棒，为美好的明天高声呐喊，也为自己点个赞，收。第二节课呢是喊口号，因为得练习普通话嘛，喊口号。先生您好，欢迎光临，剃头剪发85折，男士贵宾一位，谢谢光临。同学之间还互相的还打气呢，还，你是真的真的很不错，你是真的真的很不错，你知道。然后早上起来有老头也是拿俩球，也带着他们喊口号，你知道，青春起床，拥抱太阳，嘴角向下会迷失方向，嘴角向上。满满的正能量。三哥，我这么说啊，就是你这一大套没有7年的传销功底是来不了的。你见过一个捧哏的台上3分半张不开嘴吗？你跟谁学的这一大套的？你我是在帮助你啊，帮助你回忆一下你的童年。这都是你的童年，你童年都是欢迎光临，你童年啊，我没有这样的啊。我们的童年呢都是来您那里边请，小二上场。你都这个啊，熟悉的 DNA 啊。
其实来说，真的，我认为就是越大了之后，真的烦心的事就越多啊。是吗？小的时候真的是最开心的。哦哦，小的时候看见什么都开心哟，看见什么都高兴，无忧无虑的。你大了之后看见什么都 emo， emo。哎呀，我跟你说，真的是这样。嗯，下了班回家之后，你躺在床上，你要是没点压力，没点烦心的事情，你都枉为一个成年人。好家伙，这生活是多大的压力啊。就躺在那床上，我跟你说朋友们，你都睡不着觉。就正常睡觉为什么睡不着呢？正常睡觉你都睡不着。为什么？因为什么？我不知道大家伙有没有这个同感啊。手机啊，现在都玩这个。只要你躺在床上，你要想睡觉，你把手机只要拿出来，你肯定你睡不着。不至于啊，因为手机里边有好多的那个就是啊啪啪。嗯，你打开之后你就稍微等一会儿，三哥，稍微等一会儿。就是这个啊啪啪是什么？就是手机啊啪啪，就那个，那叫 APP， 还啊啪啪，可也有叫 APP 的，都叫 APP， 啊啪啪啊。我跟你说，就这个东西它有毒，你知道吗？哎呦，你打开手机之后，你就去刷去吧。嗯嗯，你看吧。嗯嗯，什么那个探探、陌陌、比邻、听聊、积木、巧遇夜都市，我们在一起摇一摇，是吧？就是你刷去吧，你都睡不着觉啊。是你都玩这个，肯定是睡不着啊。你都多大岁数了，也不注意身体。我就说这个上面那些个短视频啊，有你别点赞。嗯嗯。你要有点赞的话，他有那个大数据，对，他玩命的给你推。现在都有这个。哎呦，都是你爱看的。嗯嗯，你刷去吧。嗯，你看吧。嗯，全都是腿，全都是鬼，就是。说清楚，到底是腿还是鬼？鬼，全都是鬼。不可能。我跟你说吧，你那个鬼肯定都是八五归七，肯定都是擦玻璃。说什么我都听不懂，你昨儿给点赞的我都看见了，我都没有，我不爱看那个啊，我都爱看那个熊猫吃竹子，狗熊啃辣椒，我们都是爱看这个啊。昨儿我说嘛，大了之后确实是压力大，小的时候其实是最开心的。小的时候，现在的小孩跟我们那时候年轻的时候不一样啊。现在的小孩，你给他一个手机啊，一部手机，一个 iPad。他就坐那儿，你不用管他，玩一天就是三四个小时，他都不带动窝的。那小时候都玩什么呢？你看我们小的时候，那时候玩都是户外活动啊，出去，哎呀，没有这么多高科技。嗯，都是户外，一帮的同学，嗯啊，就小伙伴嘛，嗯，就在一块儿做游戏。哦哦，大家伙可以回忆一下，嗯，小时候做游戏，一帮人在一块儿玩个什么丢手绢啊，跳皮筋啊，过家家啊。咱们就不跟男生一块玩吗？怎么全是姑娘的游戏呀？姑娘，男孩也可以玩啊。男生没有跳皮筋的。怎么没有啊？男生怎么跳啊？男孩跟女孩抻筋啊，对不对？抻筋。哎呀，把那皮筋这边绑在大树上，嗯，这边绑自个儿腿上，你知道吗？在那站着。好，从小就当舔狗。什么叫舔狗？同学们一块玩抻筋嘛，嗯，跳皮筋，还有那个顺口溜呢，还有啊，口诀，哎，跳皮筋有那个顺口溜啊，小皮球，哎，小皮球，香蕉梨，马兰开花二十一，二八二五六，二八二五七，二八二九三十一，是吗？嗯，跳皮筋，哎呦，没有人家女孩跳的那么好看。哦，不不不不不，你比女孩强多了，真的。就你这玩意儿，刻成光盘都能当教程。人家小女孩跳的真的是漂亮。嗯嗯，好玩，跳皮筋好玩。嗯，还有什么呀？什么？打沙包。啊，这个可以男生女生一起玩。打沙，在座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应该大部分都玩过。砍包嘛。这个沙包啊，不用买。对。自己家里就能做。缝一个。拿六花布。嗯。缝差不多了呢，里边就是放点那个鹅卵石，掏出来，掏出来，你再给人砸死你，别砸死，你放点玉米籽就行，还鹅卵石，还也
有那个心眼好的，嗯嗯，放点玉米籽儿。好，心眼好，放点玉米籽儿。哎，完了之后就放那里边吗？嗯，有的那个男孩啊，嗯嗯，真的是实在，朋友们。怎么呢？就放的这个玉米籽儿啊，嗯嗯，你都摁不动啊，跟手雷似的。我的妈呀！就这沙包，嗯，扔出去之后都带风啊！沙包，朋友们，就砸在身上之后疼着呢，肯定的。砸人家女孩身上，我们小时候那女孩真的是坚强啊！怎么呢？真的是坚强啊！也不哭也不闹。你要是现在这孩子，你砸人身上，躺那人家不干了，哇哇大哭了就。是啊。哎呦，我们小时候那女孩真坚强啊！沙包飞过来之后，啪砸在这个腰眼上了。啊！哎呦，这感觉还挺好。哎呦，真心疼这个小可爱啊！干嘛呀？这是要？啊，就给一个掐肉警告，远程掐一下。其实也不哭也不闹，你要这样的男孩没人跟他玩，嗯，下手就是太狠了。是是是。哎，还有那个踢毽子，这又到了您熟悉的领域了啊。所以领域踢毽子，朋友们，这算是奢侈品了。就这毽子吗？对呀，嗯，这算奢侈品。因为什么？这个自己呢你做不了，对，得上外边买去。嗯嗯，花两块钱。嗯，那个时候我记得很清楚，两块钱。但是现在来说，两块钱不叫什么。哎，我们小的时候，嗯嗯，谁这个兜里边能有两块钱？巨款，那不是说每个孩子都能有的。嗯，那得管父母就得要去，求一求。那可不嘛，回到家之后，妈妈妈妈，别的同学都有毽子，就我没有。哎呦，我也想买一个。嗯嗯，妈妈妈，您给我买一个吧。哎呦，妈妈妈，您给我买一个吧。妈妈妈妈，您给我买一个吧。我就要一个。你的妈妈们都给你买了一个，爸爸也给你买一个，爸爸和妈妈们一起给你买一个。我跟你说，买回来之后你知道开心多少天吗？哦，就这一个毽子能够高兴十好几天。是的，高兴。拿这个毽子跟同学们那都得显摆。哦哦，一帮同学们，嗯，小红小蓝小绿小粉，这是一个彩虹幼儿园。这彩虹啊，这都什么名字？这都同学的名字吗？小蓝小绿小红啊，小红小蓝小绿小粉。嗯嗯，看见没有？是，这是我妈妈给我买的毽子。嗯嗯，花两块钱。哎呦，这是世界上最好的毽子。嗯，就我有，你没有，就是我不给你们玩。嚯，我气死你们！我哎呦，这个现眼包啊，这个两块钱买的，世界上最好的毽子，这是，嗯，知道吗？我毽子呢？我毽子谁拿走了？好，给丢了是吗？哎，开心就是那么简单。三哥，咱们能不能聊一聊男生的游戏呢？男，就是我觉得聊聊男生的游戏。朋友们，男生没有什么好玩的游戏啊。在座你看很多的男生，你们回忆一下小的时候男生的游戏，也就是撒尿和泥。哎呀，放屁崩坑，这也太脏了，什么游戏呀？我跟你说，也就这个。嗯嗯啊，还有什么呀？意念变身。意念变身，我不知道诸位男孩啊，在座的男同志小时候玩没玩过这个？嗯嗯，就爱小时候爱看动画片。对对对，有点走火入魔那感觉。于是呢，意念变身嘛。嗯，回家的路上，就突然你不知道他脑瓜子里想起什么来了，比如就这样，拯救世界表演。嗯，回家的路上，啊啊啊，走着走着，突然之间想起东西来了，嗯，咕咕咔咔。好家伙，就是拯救世界去了，真丢人。还有什么？两个男孩走在马路上，还有那个合体。哦，俩人一起。哎呀，两个小孩走在马路上碰见了。嗯，兄弟，哥哥，人间大炮。太羞耻了，真的。
朋友们，这就是男孩的游戏。哎呀呀，这就是男孩的游戏。哦啊，其实不光生活当中一帮同学在一起聊天也好，做游戏也好好玩、啊、上学的时候在课堂里边也是非常热闹的。啊，什么样呢？咱们上学在课堂里边，你坐在什么位置就代表你是什么性格的学生。哦，还能这么区分呢？对了，不明白，我们解释一下。比如说现在这个咱们这剧场啊，这么大个，现在这不是剧场了，现在呢课堂啊，这是大课，这是大课堂 啊。比如说坐在中间，坐在中间这一大块的这些个1280的朋友们，1680，这么贵啊？就是坐在中间这一大块的这个，那都是有钱人，家庭条件特别好，我羡慕他们，都是我的爸爸妈妈，衣食父母。那都是学霸，学霸。哎，坐在中间这一大块，这都是学霸。哦，上课的时候爱问问题，爱提问题，爱回答问题。哦，一上课，老师老师啊，老师是我老师啊，老师我有个问题，老师啊，老师你看看我，老师是我老师啊。老师，这个同学白天刚买完毽子，对吗？毽子了，这不是一个人吗？就是爱问问题，爱回答问题，爱提问问题。哦哦，啊，你学霸嘛。在老师右手边的，哦，在右手边的，这都是什么呀？什么？就是都是特困生，家庭条件不好。不是，什么？特困。睡不醒。对，因为老师右手边他靠窗户。哦，那个阳光洒进来之后那个舒服呀。哇，第一节课先睡个回笼觉。好，第一节课就睡觉。二三节课呢补补觉。嗯，第四节课睡一半。干嘛睡一半呢？那一半想想中午吃点啥。好家伙，这一上午完全不耽误啊。嗯，在老师左手边的这边，左手边的嗯都是身体不是特好的同学。身体不好？对，因为他靠墙。靠墙？就一上课老是爱靠着墙。哎呦呦呦，你知道，我不知道诸位有没有研究这个人体学的。什么意思？感情这个人呢、啊、这个腰只要一好啊、嗯、他这个嘴呀、啊、他就不闲着。哦，是吗？就爱接个下茬啊。这半边啊，尤其是靠墙的这个同学、嗯，老师上课的时候不都讲课吗？对，同学们，嗯，今天咱们讲一讲鲁迅先生。啊，鲁迅。鲁迅先生他不姓鲁。对，对，他不姓鲁。嗯，姓周。对，周迅。这是一个人吗？这啊，就是爱接下茬，老师也生气，这愣接了，出去，轰出去了，可不吗？嗯，在最后边那几排的。这些个买便宜票的朋友们，那一般了。就是课堂后边这几排的朋友们，就不能用课堂来形容了。那怎么形容？用一个地方。哪儿？叫盛世天桥。好，都给归在天桥上了。就是后边这几排的这个同学呀，什么耍弹变练说学逗唱，就是无所不能。啊，最后几排啥都会呀。嗯嗯，就是上课的时候。交头接耳的，说话的啊，看课外书的，有在桌子上刻字儿的，刻一个枣，卸桌子腿儿的，卸桌子腿儿，就是我不夸张，嗯，就在后面发现一只活羊，那都不新鲜。咱也不知道哪孩子上学带羊去啊。咱们上课的时候第一节课是什么课？朋友们，这是一个互动。这么尴尬吗？就好家伙，这互动真的，下回这种互动问我，问我，我是捧人的，就是当大伙儿不理你的时候，我理你，问我，问我。第一节课一般都是什么课？我没上过学。就这人多讨厌呢！对，你自个儿说就行了。朋友们，有好多人喊语文呢、数学呀、这个英语，不是，体育，第一节课就是体育吗？我的妈，啥学校啊？你这是。朋友们，第一节课记住了，吃早点的课。第一节课就吃早点？哎，第二节课要吃的话就凉了。好家伙，真明白啊。嗯，第一节课吃早点你得会吃。都吃早点了就吃呗，吃呗。嗯嗯，早上起来比如说吧，上课你买个大煎饼。对，
买大煎饼，老师讲课着，你拿着这个煎饼在这儿咔嚓咔嚓咔嚓，你在这吃，像话吗？就吃呗，那怎么着啊？你得会吃。那怎么办？就早上起来，买一个煎饼，老师在黑板上写字儿的时候，这煎饼这个东西，要藏在这个课桌下边。掖进来。就是盯着老师。咱这等什么呢？咱等机会，等机会。你看什么时候老师扭过脸在黑板上写字儿的时候？哎呦嚯！好家伙，嚼一嚼，愣咽，不能嚼，一嚼被老师发现了。好家伙，想的还真明白，定了。吃啊，吃啊！老师也晃了他一下。吃啊，都是。哎呦，急死我了！你还歇不歇了？你好家伙，你还歇不歇？人家煎饼都凉了都。跟老师急眼了，这是。都凉了都。哎呀呀呀！别生气，我跟你说，你上课的时候，你别看我就是偷吃东西，我还受过老师的表扬呢。吃东西还表扬你？那当然了，老师表扬。我跟你说，在课堂上，老师发现你偷吃东西，一点面子不给你留。那肯定的呀，当着全班所有同学的面，他点你名字。